大家好，我是班大少，欢迎观众观众来看一把水渊的记录员啊，这不打封眼打，哎，不过这张地图封眼确实也不好打。来看一下，这外面的话，牛仔、佣兵、勘探加邮差两个打价位，哎，不错啊，这道阵容，这道阵容修机虽然说不算特别快吧，但也能修得动。然后呢，能打架，勘探员跟牛仔过来搞事儿。还挺不错的，前期的话如果说能够找到邮差，对于穷者来讲可能真胜面不大，但是也不好说。这边的话上来确实找到邮差了，但也不好说，毕竟牛仔跟勘探员如果说 OB 打得好，记录员想反制这些打架阵容很难的啦。你想要扛住他们，哎，这边抓勘探员相对来讲我觉得后前期的话其实难度我觉得跟抓邮差差不多，主要是后期一个翻窗一个飞轮两边对吧，各将互相交一波技能，这里的话是没有能吸到，但是这刀没打中，补上一刀闪现好了，看他的一个天赋带的是个底牌，直接交闪现过来，这边的话磁铁是用掉的了，这边记录一手，你下板我起板就倒了，直接起板，好，一刀带走。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勘探员这边既然被记录了，其实他应该更多的还是要尝试砸个板子或者拉点往前拉。狗咬抽刀一波交换压住密码机，这波打完的求生者是一个劣势，记录员是一个保平真胜，但是因为勘探员他自己本身是有一定打架能力的，再加上这边如果有一个牛仔，如果说牛仔一波 OB 把人勾下来了，后续这边勘探员配合自己的磁铁，你说有一个二六也有可能性，这边直接牛仔救完以后记录过板刀打中的是牛仔，哟，这波双刀有了感觉，勘探员一块磁铁其实不太够打架的，一块磁铁只能够他拖到这个搏命结束啊，拖到自己的搏命结束，这边的话再记录一手，哎，想这一波想要下板子来卡的没能卡成功，反而是拦了自己磁铁一波风。那这里的话呢，其实跟我刚刚说的他这个磁铁只能够拖到那个起板子，好，一刀带走，因为这边是个无效下不了板子，就是不冲突的啊，是不冲突的，因为这边的话更多的是记录员自己拦住了自己，如果刚才那波不拦自己的话，或者说他其实如果能够拦住勘探员，这勘探员这块磁铁交了都没有用，对吧，是不是刚好搏命结束，对不对，然后后续的话再利用自己的技能带走，还行吧，这边挂进地下室的话穷者我觉得可以选择卖掉了，硬来就但凡吃个双倒这个局就结束了，这边在记录自己的攻击吗，没有在记录自己攻击，他只是单纯的在这边尝试打一个落地刀，穷者这边补状态，金子期差很多的，金子期差很多的，待会儿我们来看落地刀风要救，蓄力打住一个护臂跳，那还可以捞下来，捞下来，但怎么说呢，这个位置搞得好像真能走一样，人家这边十九秒以后闪现好了，这刀打中佣兵就是一个稳稳的双倒，封一个窗飞轮往前拉，这边的话佣兵要卡门，能卡住吗，没卡住，这边有一块磁铁逼出闪现就算胜利吧，我觉得这闪现都不一定逼得出来，这边记录一手卡满子，好的，蓄力刀，但是没打中的话闪现交了就可以了，我觉得交了就可以啊，牛仔来的话有点晚了，这个牛仔如果说刚才早一点来可以，这把的话其实牛仔的 OB 他打的不是特别的坚决，就是没有那种，有些牛仔就是比较激进的牛仔啊，基本上那波佣兵救下人来，牛仔就差不多跟过来了，因为知道这边的闪现马上好了的嘛，这边在排位置，机子的话还差最后一台，我们看差多少，差一台整整的新机，外面的话邮差修，牛仔打架来保来救，打不出来，这个一定是打不出来的，因为对于记录员来讲他这里只需要稳稳的压住一台机子，求生者这局他们想打成一个三人开门战，我觉得至少得修两台，就是分散修两台，现在的人力不够，要么你就不要救人，我觉得不要救人才有可能，这边记录一下牛仔，记录一下那边的邮差，压住牛仔可以人肉拦住你一台机子，然后这边是躲掉了一勾，用小伙子反应的，那小孩子反应是真的快啊，这都给他躲掉了，这边的话看一下牛仔能不能进去，马上过半了，
很急很急，落地刀打中，好的，跟过来。这边的话，哎，一刀打中佣兵，牛仔走不了。这个时候，刚想说这个时候死追牛仔，这边能补一刀佣兵的话就更好了，补一刀佣兵就更好了。那机子肯定是修不了的，我们看看这机子差多少啊？这边没办法，看这机子修了半天，只修了30%。这里牛仔一个小皮鞭抢你一个窗，玩的真不错啊！不得不说，这个记录员确实打的，很熟练，应该用一个什么词呢？很熟练，而且他的那个追击手段很丰富。我们之前看一些职业选手打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追击手段相对来讲，我觉得没有他打的丰富。记录一下自己的攻击，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是抢板子啊、抢窗啊，我看下来啊，感觉可能我看的不够多，但我看下来感觉就是他们用的不多。更多的就是记录那个板子，因为板子这个记录点的话，它的一个击倒性特别的稳嘛。这边记录一手攻击，打可以救下来，那还行吧。这里的话佣兵能走，但这个邮差应该走不了。然后牛仔这边的机子在被记录着的，这样的话一个反向修机，这台机子都可以给你踹到只剩下10%-20%。佣兵来救人。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机子，对吧？就因为这波牛仔被记录，他强行修的话，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修不了的，修不了的。这边佣兵想要去补，也补不了，稳定四抓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这种三人残局，你但凡差半台机都修不出来，别说差一台整机了啊！差一台整机的话，这个局我觉得是只有就是。压着也不行啊，你只能两个人修，两个人修呢，这边卡过半以后判断位置，我觉得这个局怎么地都是个死局。一刀，好的。这边佣兵手里有个护臂，倒是可以再来捞一手啊，捞倒是可以捞，看看这边要不要传。现在求者这边的话，牛仔是教自己的，两个人在地下室，佣兵和邮差都是上挂飞，佣兵这边是教了最后一个护臂，那过来先把这个人抬了。佣兵也来了，过来玩一手，知道没机会了，因为机子亮不了嘛，确实没机会。好的，那我们期待后续，看看水渊别的局打得怎么样。这局确实打得很好啊，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